今天来儿美馆来看《如果我是一面镜子》的展览，我们出发吧。哎，镜子，你看，镜子真的是镜子。哥，你看，镜子。对，镜子。亚克力颜料画布。成长过程中，身体有好多变化，你有看？你看，哇，好会发光啊！有妈妈的眼睛，因为它都是脸，它那个画那脸好像。这个。对。第二个，这块就是谁？第二个家是谁？香蕉皮的神奇。罗毅君。你看，要出来。你看，他用香蕉皮耶，很厉害吧？厉害耶！你过来一点啊！好，你要画画，有吗？我也想要画。画画工具也对，一样对。有了画画工具。还有那个调色盘。另外一个。哈哈哈。好笑啊！好。哇，这也是画画，你看看，这也是画画。哇，这都用什么布画的？这里也是画画，你看，这也是画画哎。你看，用哇，它都不能碰哦，你看，不能碰哦。它有气流，它会自转。对，这也是画画的嘞。它是平面跟立体的中间，它给它悬挂起来。哦，平面跟立体的，在中间，好厉害啊！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是，对，房子里面，对。哇，这是啊，对，这里你看，集合印象。这里有很多的章可以盖在那个，对，阿妹妹你要去盖，快点吧。我打一个比较靠自己。有啦。有哈，还是可以盖得出来哈。好，去盖看看。还有。哦呦呦。还是有啊。阿妹，你盖这边。这里好多印章哦，很多人盖过了。爱心，好，爱心有看，哎呦喂，这里有很多照片，然后我们就一人拿一个板子，电风扇，然后可以拿一个装饰，电风扇冰淇淋，好，我们那是勇敢的电风扇，来哦。去排队，谢谢。好，5分钟，哥哥贴靠了，贴进来，贴往前，对，哥哥的脸贴近，往前。好，看妹妹能不能帮你画得很可爱。不要这乱动。不能乱动，往前贴近。那这样才可以帮你弄很可爱啊。那看画哥哥。可以贴上来。哦哟，他帮你弄画的呢。隔壁的家长听的都觉得很好笑。气的最好。身体也那么小。加油加油！看你乱动。5月几号？今天5月，5月7号。是。进来了。然后放哥哥。他还没有开始就哦哟。啊，发错。
他长头发、啊，啊，这样看起来就是短的啊，这怎么办吧？啊，这当做鞋子啊，当做鞋子。啊。妹妹就可以了，妹妹。看完这次展览，如果我是一面镜子，对，你觉得最好玩是哪一个？那画画。你说那个可以动影子？我说画画，我画画。那、啊、你是动影子那个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那我分享到这边给大家，如果有空的可以过来看哦。那说拜拜。拜拜。